特版最凶钢琴女生。因缘际会，我刚好站在这里。摇滚区这个局部了三年之久。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。后来后来抓到抓到。左一左一左一。他的 title 是表特版最凶钢琴女生。最凶。最凶钢琴，很凶，看他到底有多凶，一定都拿藤条打学生。对呀，这么凶的，学生你也怕。向后转，陈田心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最凶，哎，你好，嗨，大家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我是田心老师。因缘际会，我刚好站在这里。这个摇滚区，这个局部了三年之久吧。刚好我站在这里转转，哎，乡民推到爆，制作人经纪公司抢着要，就是知名的那个制作人，他也会做一些唱片，自己作词作曲这样子。哦，是也有写歌的哈。对，然后他就是在那个 FB， 然后私讯我，然后就是跟我讲说，你看起来很深哦。我说什么很深呢？工业深厚。我觉得你应该有低吧，对啊，他就直接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不认识他嘛。那他说对了吗？他说对。冰萌冰萌，你恭喜答对。我也是觉得他很深，他的眸子很深邃啊，哎，眼眸。那你一般都教学生钢琴呐？有教唱歌啊，过来过来，身兼多职，他是乐团主唱，又是哎呦直播主也是呢，还是婚礼主持人，自己也直播一样啊，然后婚礼啊，你婚礼人家要讲那个顺口溜，对啊，顺口溜了，贯口，对啊，他就是说一些就是祝福的话，吉祥话嘛，你就新牛告跳，哎，今有几架大蓝豆虫，也就是这些，对对对。其实现在婚礼都是走气质路线比较多，对，那个比较 old school。对，我们那时候 old school 不会了，你到气质路线比较是。好，那我们就请老师干脆表演一下喽。你要是自弹自唱啊？对。哎，太棒了！来来来来来来。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漂洋过海的来看你。为了这次相聚，为了见面时的呼吸，都曾反复练习。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为了你的承诺，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住不哭泣。陌生的城市啊，熟悉的角落里，也曾彼此安慰，也曾相拥叹息，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，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，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，多盼能送君千里，直到山川水尽，一生和你相依。谢谢。吓了一跳，高潮哎，不是起鸡皮疙瘩，对啊，我以为他脚夹到，医生，脚夹到了，医生，有一些啦，有一些啦，医生和你相遇，哦，那边冲的最高，哎呀，真是太好了，对不对？画面又好看，对啊，多才，而且唱的真的还不错，声音又甜。第一句怎么唱？第一句，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，后来后来抓到抓到，左一了左一，半年的什么？为了你我用半年的积蓄，而且这样哎没有办法重录，因为两次都一样。对，两次都积蓄，没有看到，有没有？多可爱！哎，我吐槽他是比吐槽你多，对吧？我太紧张了啦，而且我，你应该原谅我，我是原住民嘛。哦，哎，那 OK 啊，原住也是啊，原住民也是可以有积蓄的嘛。我的积蓄都是你呀，我的积蓄，我的亚兰亚兰，我的积蓄。原住民不是只有这首歌哦，
召唤竹林的歌啊，来了来了，一定要召唤竹林，歌唱歌唱，来来一起唱，召唤竹林，召唤了，我们一起召唤。阿明老师慢伴奏一样，哎呦，是要解释一下，对啊，有新朋友哦，嘉宾来家，对对对对，跟主林来家，跟主林一起，嘉宾来家，嘉宾来家，嘉宾来家，要呼唤者，对对对，继续继续，请继续，是你的继续，还有这样，好丢脸，不会不会，很可爱，很加分，对啊，大家都会有继续的，讲出来才可爱嘛，对啊，我他的腿真的很好会走，好会走，而且是会有那种表情的感觉。张燕等不及了啊！来，欢迎张燕。哦，精美。哦，哎，哇塞，精美精美，这个厉害。张燕，你这精美看起来也蛮厉害啊。你这个水饺用几颗啊？嗯，我有电，有电。对，对你眼神有电，眼睛有电，你有电。哎呦，我们好有默契哇！真的是完美搭档，真的。这两个都见缝就撩，见缝就撩。你穿这样去参加婚礼？嗯，前男友。对啊。你是要气死你！可是我有遮住上面，只有露腰跟腿啊，我觉得还好。哎，你侧面站一下，你这个还有脸，这个腿是啊，下腰，他不要若隐若现的这种。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喜欢。哎呦，什么？哎呦，飘过去。嗯，幽默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就知道。来。还有，来来来，又是那样，来来来来来，好，请。这是一张普通的卫生纸，我可以瞬间让它变成一种动物，你相信吗？动物，嗯嗯，来喽，动物，看清楚喽，狮子，耶，都有效，对啊对对对对，太好了，狮子 ，OK。哎，这有有有，这个不错，不错不错，够了就好，这两趴都不错。你这样，你这样，你这样跟我耍赖耍到说够了，不是啊，因为我们是应观众的要求，很贱的。观众如果需要，我们就给。没有，没有，我们留着，留着，留着，好主意，好主意。卫生纸不要浪费。你全身最满意自己是哪一部？嗯，腿吧。腿，嗯，你腿真的很漂亮，可以照片给。可以看这个那个环逛一下，逛一下，我们往往前走到这边，然后再走回来。老师音乐，睡啊！我他的腿真的很好会走，是有臀，好会走，而且是会有那种表情的感觉。而且，哎，你去参加婚礼，然后新郎来敬酒，偷看你大腿。对，然后他们就好像有听说有回去吵架。新郎被新娘看到，新郎跟对对对。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喝了一点酒，一定是喝酒。哎，敬酒是哇哇塞，哇呀，哇耶！然后就送枪战，谁这样子？那他们这样吵架，你有没有罪恶感？哇，还是蛮开心的。因为其实就是去参加他们婚礼会穿这样，就是因为想要让新郎有一点后悔，对对，小小的后悔。后悔，对。那你让过几个新郎后悔？一个啦，才一个，对，还想让几个后悔，尽量不要了，对，人比人会回答哦。你腰是几寸啊？23，哇塞，我觉得好像比23更细，对啊，细哦，比康哥的头还颜色的，我叫做比我的头还细，对啊，康哥你的这个头尾，这个三十真的比较大，比较一下，哇塞，遮住了，遮住了，先遮住，你在后面，你再过来一点。然后你再给我对对对对对，哎，真的，哇，真的，你看，哇哇哇哇，真的啊，好，对啊，我头围23，量好了，32，你怎么那么敢讲？宴会人员哈。我希望啊，在这种事情上面，你们不要给我笑成一团啊，笑我很难表演。你去参加婚礼也被当成新娘。对，因为我太早去了，然后就是那个，你都没有这么早去做，吃瓜太饿太饿，就是比较早去啊，吃瓜，然后就是工作人员就是以为我是新娘，然后就是把我当新娘对待，然后就是那时候好像还遇到，就是有遇到新郎，然后我觉得超尴尬的，因为我不是新娘，哦，把你带到新娘房，然后就开始帮你打扮，对，就是有要把我带过去，嗯，对，然后我就有遇到新郎。
所以很尴尬。星星郎新郎说：“哎，你很适合哎，我是不是换人了？”哎，可以的。那新郎也后悔那天，也后悔什么？对，后悔真的会哦。